世界，阮上可爱、上水，点点讲要惨的人，不甘阮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蓝白老师，这位是，噔噔，你好，我是 Tifa。好，这位是 Tifa， 要什么职位呢？也是老师吗？园长，其实他是园长。对，不会啊，我也想当园长，听起来比较帅。好，今天主要是这样子，就是园长他说他想要录一些歌，然后我想说，我可以帮他的忙，然后因为我自己有一些录音的设备。好，帮他就简单的，我们就从零开始，然后慢慢的就是练习一些歌曲，然后演唱跟录音，然后有机会的话也会在平台发表，然后这样子下来，我们持续多久了？大概半年了，大概筹备了半年左右。对，虽然作品都是小小的尝试，可是我觉得园长还蛮用心的，就是在想要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陪他一起做。那园长有没有什么话想说明？想说明。一直都很喜欢唱歌，然后也学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就会觉得 What's next 就是下一步，这是我一直在想，然后都没有，就是都没有碰到，我一定要我自己拍，然后上传，就是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做，然后刚好后来有一个机会就认识蓝白老师，然后。刚好我们都是在你们这边，就是有些东西是共同的，然后就希望这样合作，然后努力练，努力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小唱歌。谢谢蓝白老师。好，谢谢。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请你就爱照顾你家己。我知影你不甘阮离开，你讲人生无愿望，人有趣味，半好半歹，拢是滋味。今仔日离开阮的手，你疼阮的心，我拢知影。是别人的，免烦恼伤心的，我宁愿是你的，是你的宝贝。明仔载，我牵你的手，我疼你的心，让你知影，我是别人的，免感觉会歹。我永远是你的，是你的心肝。